吃心鬼腹的，都是他妈吃了四道呢的，一个个差点是崩的师傅。我不哭了吗？我们这不遗传和服，你知道吧？这是中国。动漫展遭小粉红动手，不准穿和服，迷头子 coser 找红出场。哦、我进去了，你们还叫我了？出去，麻烦你出去，好吧？请你互相理解，出去。好吧，近来中国反日到疯狂，却又频频在办动漫展，充满大量日本元素。日前山东济南动漫展，一位 coser 妹妹穿和服扮成鬼灭之刃的祢豆子，保全竟然也可爱变身小粉红。这里面的规定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吧？哪来的规定？来，你说。走，你跟我去一趟，好吧？把他叫到我面前来。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我们这儿不允许穿和服，你知道吧？这是中国。你别瞎说。这是我们这儿就不允许，知道吧？请你出去，好吧？请你出去。就连远到甘肃酒泉也在办动漫展 cosplayer 活动，引来爱国分子动手闹场。大林子，我哭了吗？报警！报警！报警！你们咋回事？别闹！别闹！打人家干嘛？打人家怎么回事？我不想打人家，你是打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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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家怎么回事？我不要打人家，我不想打人。那你连一巴掌算什么？我没有，我打你妈的！看着吃心鬼腹的，都是他妈吃了四道呢的，一个个差点是崩的，师傅他妈的差点咱心那么直射，你看看你穿的那啥去不去？大林子，我他妈穿啥了？我穿啥了？我穿啥了？他把人打了你看看你们他妈的他俩是那么几天是骨头万手何不谈的是他妈的不要忘了他俩死不去啊，脑袋正常的中国网友也怒了，义和团拦不住了，共产党最成功的教育有喜羊羊、猪猪侠、葫芦娃可办，以后只准 cos 战狼。